选取点后切换到仿真标签 Poly Spectre 即可仿真探测路径。这里可见由于侧头角度的改变导致碰撞出现。为此可快速在几何形体间设置以中间探测路径，以防止碰撞出现。仅需使用点击和拖放方法就能产生侧头必须移动到的新点，从而设置出中间探测路径。完成后可自中间探测路径开始继续仿真，确保不存在碰撞。现在即可运行程序。